早上我就要去西双版纳了，我们是要在那里玩五天，我现在要开始收拾行李了，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都会带什么吧。我要带的就是这个箱子，是 Mua 的，它很大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实用。它的材质是那种塑料吧，它是可以被稍微撑大一点的，然后它的自重又很轻，就很轻，它不会像 Remova 那种金属的箱子特别重，你还没装什么东西它就已经特别重了。就是我基本上每次旅行或者出差，然后如果带的东西稍微多一点的话，我就会用它。现在箱子里这一大堆都是我要带去的衣服，就简单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第一条就是这个裙子，一个小吊带，因为那边很热嘛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穿到它。还有这条小裙子，这是卡文罗的小裙子，然后它是，我是想用它搭配卡文罗的一个 小西装一起穿，西装就是这个小西装，它跟那个白色的裙子搭在一起，可以就是把腰露出来，就很显腰细。还有这个衬衫 ，Wearable Event 衬衫，还有这个 Wearable Event 的小背心，是两件一起叠穿的。还有这条也是 Wearable Event 的裙子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去西双版纳穿，就有点看起来有点傣族的那种感觉。还有这条 Calvin 罗的小花裙子，是不是也很可爱，很适合夏天穿。这是两双鞋子，然后我一双拿了一只，就我们两个可以一人穿一双。还有这个裙子，这个裙子也是很适合西双版纳，我觉得这个吊带就是搭配那个刚刚那条裙子的。对，然后这一套穿下来就是很有傣族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还想带着这两个小包，对，两个都是 LV Vintage， 都是我妈的，就是她那个背不了的，然后给我。我觉得这两个包都挺可爱的，就是也很适合夏天背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它就很实用嘛，它大小也合适，就是可以刚好装下我的那个手持的那个三脚架，还有我的相机。对，然后带着这两个小包。现在我已经把衣服都叠好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收拾我要带的化妆品，然后还有护肤品。这里是我刚刚收拾出来我要带走的护肤品还有化妆品。对，简单跟你们说一下，面霜我带的就是兰妹儿这个精华乳霜，它小小的，然后就是你出门旅行的话带它很方便，很小 mini size。 还有这个唇膜，还有这个眼霜，还有这个乳液，这都是我之前的护肤视频里面都一样的。还有这个防晒，这个防晒它马上要用完了，就剩一个底了，然后我想就是刚好出去这几天就可以刚好把它用完。然后我还带了一些贴片面膜，这个小包就是我要带上飞机的化妆品，里面有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个打底妆前面霜，我觉得它就是很方便，你化妆前就涂它一个，然后再直接涂防晒就行了。这个薇诺娜的迷你的小防晒也是我要带上飞机的。这个 Dewy Lab 的一个粉霜，就是我今天的底也是用这个打的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还有他们的一个散粉，还有一个 Dewy Lab 的腮红。带上飞机的还有这两个，一个睫毛夹，一个睫毛膏。我化妆夹了睫毛就会立马就是变好看。还有这个 Benefit 的眉胶，也是就是我每天化妆必须都要用的东西。然后我这次去西双版纳一共就打算带这三支口红，一个是香奈儿的68，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裸色，就我现在嘴上涂的就是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 Fenty Beauty 的一个亮 bling bling 的唇蜜，就是我平时就很喜欢涂这种透明的唇蜜，就会显得人皮肤很好，我觉得。还有一个 MAC 的口红， Luck to be a lady 这个色号，给你们试一下，它涂上嘴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我想就是还是少带一点吧，带这三支就够了，然后都是那种很保险，然后随便涂一涂就会好看的颜色。最后就是收出来这两个化妆包，这个我就把它放到箱子里，然后这个我就是明天带上飞机要用。明天随身背的小包就是这个，把它放进来，这样。这个包也挺能装的，你别看它就是口这里有点小，但是下面这里其实很能装。然后还有必不可少的胶片机，我就带我最常用的这个2084 U2， 还有这两个
还有这两个胶卷，还有现在正在录视频的这台相机，就是佳能的 G7X2， 对，我会拿它拍 vlog 到时候。然后我还要带着这个手持相机的这个小支架，就是方便我可以拍 vlog。 胶卷跟胶片机我都会放到我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包里面，因为托运它那个安检好像是会对 胶卷还有相机就是不好，好像会影响你那个胶卷最后扫出来的效果。现在我要开始收拾我要带去的首饰。看，首先是这个项链，可不可爱？超可爱。这是我自己穿的，然后我打算把它送给我的朋友，就是他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女孩。我要把这个项链送给她，这是我给她穿的。还有这个小樱桃小草莓的耳坠，这也是我自己做的，就是我自己在网上买的这个小珠子，然后自己做的。我跟我的朋友还有我妹，我们三个可以一人戴一个，是不是超可爱？然后还有这个项链，这个项链是别人送给我妹的，爱心形状的珍珠项链，就是挺浮夸的，就是适合拍照嘛，就戴这种浮夸一点的配饰，就是可以拍照好看。我还要戴这个戒指，这个戒指它特别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它中间是个磁铁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眼睛这样，可以把它这个眼睛拿下来，然后换上别的。它一共有四个，它可以拆了，然后放你自己喜欢的这个，你想换哪个就可以换哪个，是不是很好玩？然后我还要戴这个戒指，这个红色的，就看起来就很夏天呀，这个戒指。然后还有两条这个小项链，一个小苹果，一个小樱桃，这是我给允儿买的，就是很适合她这种小孩戴，到时候就给她戴吧。还有这个小发夹，夹在这里，是不是也挺可爱的？这个项链要不要戴呀？我现在有点纠结，我都不知道要戴哪个了，这好多呢。这个项链其实也可以戴着，这个项链也戴着吧。这也是我之前拍首饰合集的时候出镜过。这个耳环我想也戴着，就感觉它绿绿的也很适合夏天。我就把我要戴的什么耳环、戒指什么都放在这个小盒子里。然后我的首饰就也是这么一包，就也收拾好啦。你在吃什么？拿手切了，给我尝一口。你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嗨。你收拾行李了吗？没呢。你等一下，跟我一起收吧。好。刚拍吗？我已经拍完了，都已经要录完了。我大概的行李就已经收拾好了，然后都放在箱子里面了。那我们就西双版纳见。